须臾之间，你们好好把握当下呢。像昨天他们在就是总裁晚上检讨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站在旁边，听到上亿就跟他们说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卖力，因为这个组合只会有这一次。那无论他们今天的表演有怎么样，或者是偶有欠佳也好，他们总算是走完这一里路了，还是希望现场的所有观众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。须臾本来就是非常短暂的时间，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谢幕的时间了。首先要欢迎到的是我们30届的爵士，掌声送给他们。邀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帮我们一起打节拍，欢迎我们所有的表演者。今天到的是我们的30届 hiphop， 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！亲朋好友尖叫声全部给他叫出来。紧接着是我们的30届 lucky， 帅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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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！紧接着是我们的30届的 poppy。是我们的29届的爵士，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29届的 hip hop， 耶耶耶耶。再来是我们29届的 lucky。是我们29届的 Poppy， 准备造起来。直接帮我跑步上台没有关系。紧接着要感谢到的是我们的职团，首先要感谢我们的 Book Nation Miss Barbie ADBKL 还有我们的 MM Hip Hop。 接下来要感谢辛苦今天的摄录我们的白浪哥，掌声送给白浪哥，以及我们的拍摄小兰，辛苦了。还有我们坐在后台区的长舞间，还有我们的外包厂商种子，接待人员秋香、志杰以及雨轩，还有我们在前台的所有的工作人员。接下来要欢迎到的呢，是我们这一次第29届文大热舞成果展须臾的总副招，欢迎吴景传以及庄子怡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紧接着呢，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社长执秘尚义以及阿秋。辛苦了。那促成这一次的活动呢，还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，用我们的普惠 Flippo 98 Points 宙斯果霸 Book Studio I Look 漂流古着好的爱物士林夜市，还有文大美食街商家等等，感谢各位。以及还要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台上的表演者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
是我们今天第29届我们大热舞的陈柏展须臾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紧接着要到的呢是我们的大合照时间啦，大合照时间啦，拍起来拍起来，大家稍微往前一段吼，我们拍个大合照，拍个大合照哦。辛苦我们侧台的所有场员，我们的阿昭、严泰，还有我们的敏珍弟弟，来，我们在壁老通通都帮我上台，只要你有待过热舞社的都帮我上台。PCCUDC need you。所有的演出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感谢各位今天的到场。